咱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易经新华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回顾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一度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即将到来，在丁酉年呐、我们预计在10月15日，农历10月15日开始深谈，到11月17日，总共33天。啊，欢迎各位同修呢，你们需要啊，恭请你们的家人啊的冤亲债主啊，或者各种年位的，你们可以到事务部去报名。啊，我们这一次法会和往年大同小异啊。只是我们多了一个很重要的连位，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注释他修成正果之后啊，他的释迦祖背面被波斯王啊把他家族灭掉了啊，释迦牟尼佛他就云游四海去弘法利生了。啊，那么这个问题留到现在来，已经2500多年了啦。啊，2500多年之间呢，啊，我也一直在想，难道没有佛陀的弟子他来为他们超度吗？啊，所以这让我们觉得很纳闷，我们无能为力呀。那么在今年啊，我们在5月7日，我带着维新博士班到释迦牟尼佛啊他的出生地古国兰比尼啊这个国度的地方呢。啊，那到回来去参观释迦牟尼他释迦子被灭的地方呢，啊，看得很可怜，啊，就是发愿要为他们超度，所以那一些就回来了，就跟着我们所有的法师去参加我们博士班的同修。构筑带队带回来啊，等下为闹赛为化兵的后就赶快做这些啊，就是我们回来没有帮他们超度啊，他们在一直在求度，那么在现在来呢，时机也到了啊，透过济公古佛呢啊，他来说，请王禅老祖，啊，我们这一些去的同修呢，回来又要为他们超度，那我就想一想，啊，请示王禅老祖师尊，啊，同意的，就让我们在，这一次10月10日，啊，佛诞法会的时候，再超度他们，一起超度。啊，至于这个超度的法会的坛程，分了两坛。第一个坛呢，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的佛诞的法会，
啊，另外一个小坛城呢，专门就超度释迦族被灭的，啊，他们的这些怨灵，啊，这个叫用另一个仪式来做护摩法会等等呢，来做超度，啊，所以修法，啊，我们要知一切法，你才能够超越一切法，不会被一切法所束缚，啊，否则的话。我们不了解一切法呢，我们会被其他的烦恼束缚了。啊，那么束缚了你怎么办？啊，那你怎么办呢？啊，那我就占一个卦，啊，占一个卦呢，我说啊，要来释迦族，这个超度结一个好缘，好不好？啊，叫雷轰梗，董书瑶。续啊，这个法会呢，离红恒动初摇，这我们的初发心，你一动就会来接受，啊，在接受呢。是不是会来接受我们的好意啊？那么动化回头也不生化合化六合化六合，那不那不呢？哈哈，那么这个你要超度，我们也要。啊，看他释迦族他们能够接受，能不能接受？这卦的用来看，一动化之罪，回头六合，啊，又神想，啊，会接受我们的，但是他本身还有一些小疙瘩，啊，所以看卦，那这就如来再开口，就是又这么讲。所以我看一看，还是我们该做了，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一次的33天的法会一起圆满，啊，一面让我们精进，啊，一面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卦，啊，这个卦的本体就是观鬼爻，啊，这超度我们，这超度是我们本来的法会。啊，本法会，啊，又顺来相生，这是必然的要做的法会。那么附带适应之外附带的这个法会呢，来相也是来相生，来相生呢又有相合。啊，所以这个是必然要做的。所以你们，占卦，啊，你一定要看四爻，看动爻，动爻就是它的旁边的缘，外缘，外缘来生，来做的会生疏；外缘哪不来生，你来做的没生疏。所以这个会生成数，啊，那就是我们等一下。在天坛开始升坛禀报天啊，禀报诸佛菩萨，希望把这个该做的我们尽本分来把它圆满，祝福各位。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的天威不得了，在二十一世纪当下，王禅老祖的天威就有如我们这一章要王禅老祖啊大金身啊这个工程呢，我们务必要把它完成。在明年的五月五日一定要完成啊，现在正积极的赶工，你们好多同修师兄师姐都有护持，谢谢你们啊，我们一起把它留作千秋万世啊，让后人能够了解王禅老祖的天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会平安啊，家庭就会幸福，这个是最好的道的示现啊。有如这一次我到日本大阪道场九九重阳去那边举办三天的人王护国人王经的法会啊，这超度完毕之后，老祖开示一定要去啊千仓大佛，看这千仓大佛是阿弥陀佛啊，千仓大佛啊，去看了结果我很感动啊，就765年后王禅老子要去啊，再去看，要不去看，那阿弥陀佛比王禅老祖早了765年啊，到日本啊。那么现在千仓大佛它的整个的建筑建设整个过程非常的艰难，相对我们现在的王禅老祖啊大的金身呢，也是非常的很艰难，这个是道的修行的启示啊！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有时间吗？过去看一看，公公有啊，感恩，加油加油！好，确实很辛苦了，也但是这个做起来也是庄严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啊，我们修行我们的尊严。啊，也是台湾的平安的一个象征，也是唯心圣教的是，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的平安的象征。啊，所以这一次到日本去，也都圆满了。啊，到日本呢，也去看那个日本皇宫。啊，皇宫的地理呀，确实是一件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啊！日本皇宫的地理呀，它是做前瞻训将，啊，整个的大局好得很。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那图找出来，再为各位来讲解。啊，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的它的建设都有它的历史。啊，都有它的渊源，啊，有如日本，啊，它，大阪，不，日本东京，皇宫，它是做前瞻训将，哦，所以日本在台湾的马路，大部分重点都是用前宫。前瞻训将，尤其在台中，他要用前瞻训将，用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啊，只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呢，我们的这个工程人员画图比较青菜，没有像日本那么的用心，啊，所以，这个也是道，也是我们，
学道的人应该懂得啊，社会当下的社会现象。日本的前山信将呢，他的周围都有水神，八国水神，好了，护城河就是八国水神啊。一般讲说，哎呦，怕人家攻过去了，也有那个意思，但是呢，最重要就是那个安定整个国家啊的经济啊的。这个水神呢，就是护城河，啊，在台湾的护城河呢，就不必台湾八国水神嘛，啊，台湾就不必了啦。好，所以这是哈，各位了解到，日本那个日本皇宫，好，啊，要至于明治神宫呢，明治神宫啊，啊，它那个地方地理保线也很漂亮。风水宝地也是一个很大的大地，一个是属于天马灰马天马啊，天马的马背上的一个宝穴，一个宝地，哈、哦、哈，难怪日本这些皇宫啊，他们的能够留下来的比较好的就是明治神宫。明治神宫，明治神宫哎，它里面的大的树，都是台湾的，它是中日合作的，中日合作把台湾的 Hinoki 弄个恰恰鬼，哈哈，拆起来，啊，那好加在，那因为日本有甲咱台湾的 Hinoki 拆过，那无拢这些啥，啊，你看咱迄、那个太平山。遐很多去拢咧享茶、享会，哦，迄是足无彩啊！哦，这就是讲，日本这一次去看咯、哦，啊，一个小，哦，各位了解以后有机会，我想决定带你们去看迄个德川家康诶，德川家康，你叫有人捌去无？德川家康迄地理，迄个好黑。虎穴，虎啸天威。哦，迄、那个德川家康的墓呢，刚好都有花痕，花痕就是头的位，这个位，头壳顶王啊，王字那个地方葬在那里。哦，右边呢，啊，有一座药师佛殿，啊，药师佛哎，迄、那个殿的内底有痕，啊，有痕呢，他们就用诶。查讲锵锵啊！啊，有一天叫人发现讲，只有一个点，锵的那个声音，吼、哦，传足远的去。因遐人足日本人，很足稀罕的。啊，为什么那一些？啊，那十七八年前我一看，哇哇，那都有一个血滴，那里大殿的后边来的，吼、哦，所以迄搭嘞锵的声音呢，好传达。那么远，好，接着是风水宝地，哈，咱家你来抢，还是这里有一只抢有啦，好，而且这地点不同嘛，嘿，这是地灵人杰啦，好，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很多你们多看多理解，哈，当知识有用不用，的半一边，哈，先了解，哈。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所望善知识，我们用意知天机。用意知吉凶，用意知未来，这三宝很重要，就天机啊，这吉凶和未来啊，这三个点是我们学到的
必须要很清楚的弄清楚。有时候我们现在要用神啊，这个日神来冲的时候，它应在什么时候啊？一般你用一用学院派的易经，哎，啊，学院派的易经，你没有时间性的断验，没有时间性的吉凶祸福，但是你用我们是实用派的啊的易经呢，啊，就有时间性啊，比如说我们占升官何时，啊，现在是今天是什么日？癸卯日，啊，亥月，啊，癸卯日，啊，地泽寅，啊，地州人四爻就官鬼，你官鬼看你有没有旺。第一个亥月很旺，好，那现在亥癸卯日，癸卯日也是旺，那你旺在什么时候呢？啊，那么就是相，旺相，旺相是排第二，相是第二，旺是第一，所以亥月来生卯木官鬼爻相，那这个卯日。啊，这是癸卯日，这是旺，月相日旺，那你这一当下你要得到升迁可能就困难，还是第二名呢，旺相相的第二名啦，啊，旺的第一名啦，啊，那么这个只有管一个月，管近期。那这个日管一年365天，哦，管365天呢，就是在什么时候？明年的二月，二月令卯月，升迁一定上，啊，升迁一定给你。啊，从这样看，你就可以了解到，哦，我们的观念都安尼行，所以，我们南仙佛寺这里还没盖，还在我们事务部那里，我们一位信徒做观念的，他妈妈啊带他来。他就很需要了解他有没有机会晋升到中央去啊，他妈妈问呢，我用一站呢，哎呦，你有机会去中央哦，在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晋升到中央的单位去，那么的这个呢，孩子呢，反应得非常的快。那不要问我，我本来就会上中央啊。
哦，我不要问，他会上中央。哦，是啦，让你先心安嘛。反正我就有那个自信嘛，啊，我一定会上。没有想到他有一个动摇，动摇是仇神呐、啊，忌神。动摇动来克他的元神呐、啊，动摇克元神。啊，我你，但是你要注意哦，你动摇要把人来施压你的贵人。啊，需要贵人料的吼，你会怎无呀？伊讲那无可能啦，那哪有可能？我的就是我的啦。到时候结果发表了，没有。啊，就是原来提名他是排第一名，啊，最后大家甄选，结果他是最后一名，也没有了。啊，所以他对他妈妈说的那个张老师讲话很毒，说没有就没有，那我能不能来找他说有？他妈妈说，要是张老师说有，你要包很大红包。啊，他们修道人都不是不要红包吗？哈哈哈，就注意啦。啊，刚才这囡仔来都是真讲过。啊，不过要这嘛嘛，要四十六撇，但要三十年啊！啊，太功高，头脑太好，太好了，囡仔你若无好好教哦，阿爸有时会很麻烦，哎，所以这个日程管365天，啊，日程来客365天。啊，月令来克，就这两个月安尼尔。啊，这是就是讲，咱用意，咱就知影天机啊。啊，有的可以在那边等，可以不必等。啊，咱去做啥工课，再回头转来。啊，早期有咱一个老信徒伫台中市汉溪、汉溪啊，啊一寡园咧做。啊，遐即摆拢好家人啊！啊，伊来问事，带因妈妈来问老祖，问讲伊妈妈现在身体如何？我讲恁妈妈照看，年纪还阁20年好食，但是这中间呢，会为囝呢，先转去。啊，所以伊未瘾单囝，尾也是啥原因呢？为囝都为这个囝都热个好热死，哦，这是啥啦？知天机。啊，遐囡仔甲讲，你莫甲老母急哦。伊讲我讲个尔，讲好笑啊，讲好笑，唔好笑，讲好热啊。哦，这就是用，咱用意。要讲话，所以这同学，咱在读较久咧，啊，咱讲话会较艺术啦，祝福各位。唯心行事，各位说方善知识，《易经》的用法本来就是生活，生活化。你把《易经》弄神秘化，真是很罪过，对圣人很罪过。所以你的生活化，怎么会让它生活化？就有如说，我们现在要法会了。啊，我们要检验四节。啊，检验四节开始不结缘，怎么样不结缘？就是大家学易经，
你不节约的方法，只有先知，每个人都可以当先知。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当先知，当后知，这样比比错？曾经我们一位师兄，我甲讲，某某人啊，发挥够呢，你那有弯有折，你可以来，求老祖解冤释结啊。他想想好啊，那我求老祖来跟我解冤啊。有一天在法会写好了，到底这个年龄要不要贴上去，在跟我谈呢。那老师啊，难道我有那么多的冤吗？我要不要超度啊？哇，写着写着就超度了，冤这不关系的，嘛就幸福币啊。刚好背后一个母子，孩子稍微比较叛逆性，妈妈的跟他讲话，他就不理他，掉头就撞过来，结果把我们那个信徒师兄呢撞得趴在地上。那老师就讲了，你有冤亲借住啊，马上都的冤亲借住啊，拍起来平安黑猫猫的，那么冤亲借住有什么行哎？你看不到，会借走他人身上来给你赢，我说冤亲借住，所以他就虽然我知道了这冤亲借住，这非常高干的冤亲借住，高干呢，被结冤，被涉干，也是要有好姻缘呐。又曾经那些老信徒，伊咧，都带几个囡仔来咱慈福寺教，什么的法会啦，小法会，来个老师啊，我准备来。教阮遮个孙仔、甲遮个囝解冤释结呢？遐囝听到，硬伊讲啥嘛？妈，我甲你结什么冤？要教阮解冤释结？对啊，伊讲对啊，甲恁结冤啊。若无你呐来做阮囝，囝都是借住嘛。这样子记住啊，阿婆是冤亲呐。咱在座同学，恁只有冤亲记住的，请举手。拢有冤亲记住无？阿婆是冤亲嘛？囝就记住嘛？为啥这菩萨呢？伊讲老师啊，我要安怎？爱超度。超度这冤亲债主，会往往会照着恁囝身躯来甲恁结。哎，这样吼，杨老师啊，我有阮囝结到这结几十年啦，即马唔知当时啊才要放我煞啦，要结到当时啊煞，这还不晓得。所以我甲这和尚呢，和尚两阿婆咧，我这吼，恁两阿婆好爱念佛，好爱拜佛。这完全借助这八个你啊，无拢会依附伫你的你亲的人身躯顶来给你结，所以咱啊，当着我人底给你结的，注意，迄拢是完全借助，唔是迄个人是咱完全借助，是借这个人有形的人来给你结，这就是叫做完全借助，安听无？那也要注意，那恁信徒师兄师姐啦，那拿三宝寺跟人发挥时，年头一拢去安定嘛，一个安了几十趴啦，
啊，佢就趴嚟一个那种水眼嚟嘛，啊水眼嚟，佢咁样，一趴嚟，用50块啦，50块，啊就提500块，荷兰三宝四啊，我呢提阿少，电池嘛冇够，啊你那庙会拢对红家诶，拢有十方嘅电，那就，这安尼已经作数啊呢，伊讲咱。那是真贵，伊讲足俗个啦，啊、哦，所以这啥，这得完全借助啦，咱都是当着完全借助啦，啊，听意思无？哦，那了嘞，我甲讲，哎，阿啥，你查某囝，哦，啊，新妇，啊，你嘞，那迄个嘛是爱甲设计超多啦，伊讲免啦，我新妇也袂嘞嘞，啊，伊伫美国。啊！伊也唔安尼拜完的祖先啊呢，啊我免啦，免甲超度啦。是啊，咱这三回去啦，水落花，啊，囝规个拢甲不完全接触个超度，甲因新妇啊无爱甲伊讲，因新妇啊太无咧，吼，无爱拜因的祖先，吼，啊就安尼咧。结果咱只中午，伊打电话来讲。脑血管破呀啦，破呀！哦，到尾啊，阿即妈妈六年啊，也未好啦。阿囝去过伊某啦，即嘛借住。啊，所以啊，咱是世间足济咧，咱都想要较圆融咧啦。嘿，啊，咱袂使挂无事牌，啊，你挂无事牌咧。啊，到时候会怎么样？谁也不晓得，哈、哦。哎，咱不节烟，学艺，学艺，不节烟。好、哦，咱哪要做生意？咱卖拖累人，咱个寡站起来，咱个性熬那破，表示无缘无好。哦，无定，啊，咱就卖啊！啊，咱呐，起心动来去，你都完全借助伫幸福边这做啊！哦，既然事先拢知影的时，哦，你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啊、哦，这就是不戒烟，啊、哦，这戒烟戒戒相关的境界，先唔通戒烟。你若卖讲结完，阿摆就无迄个冤好来报，哈，就无迄个烦恼，啊，祝福各位。各位为亲贤士，啊，各位所望善知识，不结缘，每个人都会希望不结缘，但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做到不结缘呢？尤其社会上的那么多事情，千变万化，啊，你莫衷一是，你也摸不清楚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凡事要接沾，你就不会受到这些烦恼所束缚啊！啊，再来呢，我们要化解冤仇，化开弯，没有化开弯，没得化，也是要学易经，化开弯。易经就是对待的思想方法。曾经咱这里啊，老信徒韩明太太很虔诚的在台中市当念佛会的会友，他嘴里面随时挂着说完全借助，完全借助，完全借助，冒着借。完全啊，囝就借住
啊，他有四个孩子，啊，我到他家里，能够借住来哦，借住来哦，我叫你叫都叫借住来，叫借住来哦，老叔来啊来，哦，啊叫伊某呢，就来滴，哎，晚清啊，晚清啊，啊那老叔来呢，哦，一路出来。我哩人爱叫，对啊，阮老阿都爱叫我，我就是远亲借住咩，阿阿某就是借住啊，就是远亲呐。哦，这囝就是远亲呐。我哩安尼叫叫叫，有一天囝会袂插你，你还知？哦，恁囝的尊严，互恁受损呐。好啦，我甲伊讲有一段时间嘞，讲嘞吼。啊，佫是啊嘞！啊，有因一个亲戚就入来啊，入来较济嘞，哈，甲我聊天。啊，拢讲哦，伊这亲戚呢，哦，嘴足还嘴到诶，拢家遐囝讲都完亲的，拢讲借住，啊，拢称呼借住啊，啊，甲某拢称呼完亲。所以一个伊家己变成很孤独、孤独。啊，伊个囝，我兴趣伫讲的是借住来啊呢，爸，借住来啊，爱情啊，借住就是爱情啊。哦，所以咱完全借住啊，那么随时时讲啊那些。到尾啊，囡仔所有念头拢是完全借助。到尾家庭生活咱真无爽快。啊，一寡朋友伫遐，啊，去甲事业上啦、工作上个，家己咧牵咧四界去拖累着，啊，穷困啦，什么都来了。这就是啊，相由心生，相由心到转着口。来生出来，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好话多说啦，啊，这里不尊重他人的话不要说，你也说了，真的会满你的愿，因为没有满你的愿，表示无神无佛，啊，满你的愿都有神有佛了啦，啊，听好不？啊。那拢点，拢点点。好，啊，咱啊解冤呐，啊，旧的还袂透，新的呢，咱就先透啦，还先预防啊。嘿，咱这几年前，咱有护魔棒。啊，父母棒啊，遐是改弯切干啦。啊，伊讲甲啥人改弯切干，甲因爸爸妈妈改弯切干啦。哦，一下咧，就写甲因祖先啊改弯切干。啊，来甲咱个老祖面头前遐先抱抱无背吧，抱讲哎，这奇怪哈、啊。那我要这边强用那拢无背哈，啊，遮咧讲我哩。下个要跟恁祖先来改弯切干，恁祖先来跟我跟你结弯，无啊。所以这里改弯切干呢，我们要弄清楚。好，你要弄不清楚嘞，你祖祖先先呢弄巧成拙啊。所以我们这一次法会呢，好同修呢，你哪会超度哎？尤其你哪做产哎，做工厂哎，烟灰软冻哎，啊，恁都爱个。不妨提早候补啊！那完全借助，那特别，迄个即个说香香啊，老香香呢，看恁生意袂歹，啊，你们可以报恁的公司的地基主，报恁公司的地基主，咱改，好好那只听经啊钱的吼，恁家己替人搭着都好啊，啊，恁免甲恁的。客户讲，我替你超度，那都不必。好、哦，那么这都是行功立德。啊、哦，只要
大家平安，大家好嘛。哦，这嘛是台湾世界。哦，所以咱的骨头，一骨是有够这心有千千结啦，啊，说也说不完啦，啊。啊，你们化恩结，化解这个弯。啊，那就是平时学习做人处事嘛。啊，其实我们会一句话得罪人呐、啊，那呢纠正还卖讲啊，老了以后再去讲，那也可以去化解烟的方法。啊，那么化解烟的方法呢？啊，那都做事业的人，生意，好、哦、不？不骗，哦，你，这要注意啊！你来骗的是，这烟已经开始过结了呀。所以烟节啦，这拢是时时刻刻在咱身躯边。当然，咱即摆在结着弯啊，以后再要过来改弯呐，时间的确实有困难，确实有困难。好、哦，这今天呢，哈，告诉各位今年法会，啊、哦，那。有一件一个坛，就是释迦佛祖呢，啊，因的家族变灭，这就是盖完世界的坛坛，盖完世界的坛呢，就在我们总坛的边遐呢吼，然后每天下午晚上五点开始升坛，啊，那个加诵经，诵天德经。那人家释字家族，释家族啊，因的祖先供奉的，这个王坛老祖的南天净土啊，哦，因才有法度转去西方净土去。那么要什么经？天德经。所以要诵天德经，才有法度转往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唯愿我们明年的是天德经呢。大家加油！一个人爱有两千波的数量，哦，嘿，你达到这个数量，这即是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